kesannya adi budaya namo budaya.
哎，因为苏白呀，咱会记得啊，对不？啊，做生意你开店嘛是会使念阿弥陀佛的，对不？啊，所以啊，现在我买个师傅，师傅感恩，我倒没搞一点感恩，我不是感恩。假如你去白白顶吼，去什么 organization， 你爱念感恩师傅了，但比假如你底下三五条师傅，还是你来福登，你爱搞我念阿弥陀佛。啊，苏白呀，这里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打念阿弥陀佛，有去会使去极乐世界咯。啊，要你教我教我念感恩，你还去几多呢？我唔知。但是你教我暑假念感恩暑假日哦，我无拉人就是打我教我打，教我来学灯，还是摸着师傅，啊，吹着师傅，你个爱个师傅打，师傅阿弥陀佛，你把地你有功德而已。好、哦，教我感恩是叫做感谢嘛。感谢不免大的，因为人自己到阿摩吹的念念念念，但是心无感谢，不足嘛，对不？啊，但是一吹，哎，师傅啊，感恩啊，就有点心鬼哦，无感恩的心啊，哦，啊，这里师傅大致是咱佛教的哈，假如你不是佛教的，你爱念感恩，爱念什么时间的哦，啊，是这种咱的有脉更加趣味了去，伊不是念感恩，伊不是念阿弥陀佛，伊念什么来着？法师吉祥，当我给打，爱卿平生。我讲我是王爷呢，啊，哎，哥哥吉祥，哎呦，啊，我有个东来，啊，所以那这种佛教的，有嘛那佛法的哦，有阿弥陀佛，卖念那个念吉祥，当一个这个什么功德呢？师父如意，晓得吗？吉祥如意啊，啊，对不？啊，释迦牟尼佛给你大念阿弥陀佛，有功德嘞，有功德。要你别少有念阿弥陀佛，但你爱，我都那爱死的时候，会晓念阿弥陀佛。假如你无别少念阿弥陀佛，我给你打了。但有几日了爱死的时候，爱崩溃的时候，但师父给你打，啊，师姐，阿弥陀佛，感恩哦。哦。啊，像古早嘞，不甘巴鲁一个阿姨哦，啊，伊搭摆就望到师傅的师傅 ，only money， 巴掌贵啊 ，only money， 啊，伊到个看病爱死了的时候，只好师傅去看伊啊，阿姨，阿弥陀佛 ，only money，only money 来个地方，去巴掌做背做骨啊，啊，个老娘阿弥陀佛会是一个极乐世界，哦，所以嘛，讲伢子朋友。不给阿妈天气有变化到九十八，到对付家来打，他上辈子啊，前世啊，没有什么杀生，无杀生，嘛个样一直就做那不变化到九十八，有改化到一百岁，对不？啊，啊，这个到对付家来打，过去啊做那古早古早，人们如如做那的时候，伊无杀生，啊。所以这种教育，咱大大只有太乖、太大、太虚吼，慢慢慢慢爱贵了吼，爱贵，慢慢。为难大，哎，师傅，我俩虚个几年外，我大会使做白娘吗？哎，对哦，啊，师傅，我太乖个几年外，我大会使太白娘吗？太菜了吼吗？对不？你会使卖太乖啊？啊，你会使？会使做朋友生意，哦，会使。你阿三阿爷是卖的，你说不敢买路，古早有一个师姐啊，伊卖菜的，卖白白，那些海南，哇，伊白白在叫安德烈，阿爸阿妈呢？啊，你说呀，大部分都听着，法师开示，大爱卖这啊，卖个杀生咯，伊人送白白，那些海南人送贵，这种卖这啊，伊生意就好了。大概样样大，哦，我比较少做你生意，无变贵，我大大也是买呀。好、哦，因为那我活在这个世间呐、啊，我们每天如果杀生呐、啊，等一下会造成我们短命，短命。所以不是大，哎呦啊，上帝来做我短寿命啊，上帝啊做我好命啊，好家好女啊，我大上帝我家八千万有在做我的好家，哦。上帝搞了一大堆一大，哎呦，你个你做个你点来怪我，对不？所以人佛教来怪我，我就大讲啊啊，什么叫做达灭度汉无诶，
semua sila kaki yang takdir leh. Iti buat ni siapa sila yang terlalu takdir lah. Betul tak? Ha, so yang buka lai pun si semua soyo de ming yin si ni ziti jau chen de. Meo sang di jau chen ni lah. Ting dong ma? Ha, yau ni ni ye le kai le kai ma ma.我想，我听到伊爱过世的时候，我变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我做师父二十八年，唔捌悟到，唔捌悟到，安尼一个人有变念阿弥陀佛，人总过世无变。哎、欸，这个是爱有功夫的，爱有功夫啦。你人夜煞搞无念阿弥陀佛，我给你打。你看哦，修物件的时候，加落啊，发誓。念这里，忙到五点，阿弥陀佛，把四点做过做过了。你搞到别啥无念阿弥陀佛的那个，你捡物件搞到啊，你把四念这里，哎妈的爸爸高，哎妈的妈妈高，对不？啊，对，但是念这里做过做过了，还是什么什么为那个马错没错为个样为大汉，对不对？那你无别啥念阿弥陀佛。但是到了《地藏经》，你能念少念《地藏经》嘛？对不？《地藏经》啊，要给你打。临命终时，若能念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此人最少生三十三变。哎，爱过世的时候，若变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你都变去玉皇大帝那一层天呢，玉皇大帝那个天呢。你对每个人有变念，不死的时的时候有变念一句阿弥陀佛，有无？好少。拉达拉达是念什么？念的？哎呦，破病嘛，疼了，爱死未死啊？哎呦，阿弥陀佛，唔是，对不？啊，所以啊，今天来到丹佣兵，那有机会啊，师父就要跟你们讲，然后你们如果相信呢、啊？从今天开始要赶快念阿弥陀佛了，不要再念别的，不要念什么叫做吉祥啦、啊、什么如意啦、啊、什么的，就是念阿弥陀佛。人家要念别的就让他去念，你要培养比亚沙干，比亚沙干要念阿弥陀佛啊。要让佛家的人家处理佛家的杂乱难团，佛教的处理方法第一，一波小金纸哈，哦，没有烧金银纸哈，特别是如果你打牌蛇哈，你能见那个有人为金纸的那样哈，牌蛇哈，啊，我是打胡家街，搞打你能搞不是胡家街，爱烧金纸，爱烧金纸，爱什么烧什么纸，爱烧纸哩嘛是特色啦，对不？啊，特别搞胡家街，一波小金纸，这里波小金纸哩。今天呢，大卫那个，今天没输，我打，你这边，多少兵都得念呀，阿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妈去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去，对不？多少多少兵，十来几人是念阿弥陀佛，要十来间咱这边个会见就少转，妈，这个镭要去开呀嘛，这个镭要嘛，你叫去开。到了你人爱倒变一边，正边还是倒边？倒边是阿弥陀佛，正边是有镭开。你爱变哪一个？倒边哈？不沙拉咯，到我分是正边。因为咱的是咱的是法比较少，派到镭下一抹就干了去。所以佛家来回答，到了你个阿妈去极乐世界，伊无需要用金纸，晓得无？但是你能听好些吼，到了你是拜官拜公拜老爷的吼，你爱烧是你来试下，会记吼。啊，教我无放你啊，我等你会看，会记住的，咱明白啦。啊，但你爱烧是咱来试，特别我是打这种师傅，但是佛家界也是咱无烧记住。敢那一届咱人羡慕伊天天了个，伊无烧用记住了。从多你咱会来啦。那个来拜观音菩萨，拜阿妞，拜阿妞又不烧金纸，我打阿妞就无需要用金纸哩，对不？要拜天公，我带天公是玉皇大帝嘞，
玉皇大帝爱食什么物件，爱用什么物件，伊心是有人说有迄个物件，就多意思讲，食红肉对无？玉皇大帝，咱搭玉皇大帝，咱福建人搭提供哦。玉皇大帝也是一想到，我爱食红肉，一想了，伊红肉人说没有。了，咱拜玉皇大帝，咱就爱等咱烧金纸给伊啊，对。啊，搭等你咱烧金纸给伊啊，伊枵死了。啊，别个福建人平时食月像到一礼拜一拜对个吼，未到食啦，一年无拢拜一日尔，对个。所以讲，咱对佛界了解嘛，嘛干呀？拜天公哦，免烧金纸个啦，天公哦无需要用金纸，对。啊，了我问你哪啦？今日金纸敢有比金万年两年少无？有卖伊的意思不？无啊，对不？啊，等到拜四，等伊的时，咱去人算着咯。嗯，你骗我，该你啦。啊，本来伊即种的，咱挂的时候，好面筋啊；死的时候变乌人家啊，嘛有。今年呢，一烧个纸一张一堆两哦，挂袂打牌，袂打牌。哦，然后个，咱等咱个朋友烧纸厝，九十年的时候，无下半的时候，人烧纸厝还要淡薄呢。啊，还让老街不压价，你收抓厝了无？啊，这种的抓厝可能有高飞机，有梅西，有巴拉波拉，我高兴奔来去，我那兴奔就你去收，无收心急啊呀！到我一打电话你收，哎，阿妈你走去提高，你收干不哈喽可以了。这意思就是这种生意嘛，生意那会那你我做出。那我小大咱古早的哦，那你看呀。电视材料都无用嘞，我爱开电视就插，爱看电视就对，啊你，你个嘞我那叫都袂晓用，叫你烧巴拉波拉可你个阿妈，你阿妈会晓用袂？出屁啊！啊烧多出个有啥物？个有咩事了你？我打你烧咩事？叫你无烧变变方便面可以，但无油真贵。所以那是哦，咱这个等人啊。他最神理闹了二大，神理闹太厉害了，啊！但是因为这种的人会要求对不？要求到，哎呦，我烧这个烧，那个烧，那个烧，那个，啊！嘛，干呀，你烧金纸，烧大厝，上欢喜的咧。金纸还能掉了？大哥，咱欢喜啦。啊，所以啊，但是我跟你答吼，你就爱烧暑假，我是答，暑假该无闲，那你明天来。因为咱是佛家，该是念阿弥陀佛，念偈，你看，伊是小烟供，去年爱买烟供，这个烟供我很大，一来看有五百块的物件，食的物件，我喊欧巴欧巴当做咩？我拢去磨粉，磨粉了就摕来做香，做香了烧出去的时候，好多众生都变食的。但你把它你烧金挂，你门顶安烧这个香，所以众生也是食的，食一百，食一百。啊，所以咱有家家就像无烧金纸，也免烧纸厝，对。过来无拜断头的，啊，要来遐山人死无拜断头，有啦吼，有来个吼，啊，到了佛家该无咯，佛家该去去打，你拜断头啊，你该造业，这个干嘛？无你该阿妈爱负责啊，爱负责，你杀生，杀生的这个造业，你的妈妈要负责。就为咱搭，哎，师傅，我家阿妈暑假食肉骨底，这里么，我搭无影了，你暑假食，拜拜你也食，你阿妈就食，对，啊，所以有好侪人去找一家阿拉山啦吼，但是会记吼，就是这个物件《地藏经》是叫你打的咯，《地藏经》你打，啊，一家人过世哦，你个阿爸阿妈过世，你去抬鬼抬阿抬哥哦，来去拜你个阿爸阿妈。把地力给造业，这个干妈母肉啊，你给爸爸妈妈爱护着，所以你卖害着你给阿爸阿妈，啊，就过来护家该，啊，爱烧去烧有火，烧了一个功夫爱放个灯，啊，就你爱烧呢，就是大，你看呀，哪样物件哦，对这个身体会不会执着？等你改回，回，你看。查某对身体执着，执着了，
那生一粒飘下来，就开始的时候爱出来，爱收鱼哦，啊，你睇，了当结果了模式啦，对不？啊，你睇，在困住啦，这种的查某的女可好谈，什么卖白白啦，苏南边边啦，什么街舞啦，贵在啦吼，就是因为这种的人对这个身体啊，真正执着。很执着，所以一死的时候，伊的灵魂啊，你搞了火球去烧的时候啊，没有拿去烧啊，他的灵魂会常常去看他的尸体，会去看他的尸体，等下他就会变成守尸鬼。守尸鬼，像白眼人，你知影白眼人啊？白眼人到死哦，一棺材就放落，你阿达山那安尼放地。三年的时候，伊去开棺材，捡骨，捡骨头。然后有的时候，三年过后呢，伊身体啊没有烂，他的头发还会长。这骨架台就是变贵了，因为他有身体啊，有执着，所以骨架来关哦，一个打散货就话难死啊，爱捡去烧，赚多。你今日你聊来有来嘛？有一间路吗？你去到美国，去到英国，去到全世界，去到几个？你得到爱心，爱等来聊来的事对咯？得到每天有人个单用皮囊等你个来，但是你个单用皮囊个来个烧去了来，等八天了的时阵，你是不是爱提升的？还是爱去找新的处？对咯？朋友，跟咱这个话身体一样。要有家阿嬷，有家老人去打。哎呦啊，师傅啊，人死了，好可怜哦，搁起去烧，搁阿香嘞。阿达，咱这种万年间烧较痛，烧比较痛，或是土葬比较痛。来，叫我烧，了来烧这种，就比古人两点钟就了了吧，对吧？应该是两点钟就了，但是叫我你去干嘛？用土葬、哦、用土葬的啊，你看人的身体的这样慢慢肿起来，流水，流汤啊，正要流汤，又开始有一只的，有人慢慢吃，一只好十只，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吃又久了呢，那是爱吃一年，对不对？到火烧两点钟就了，到。喝汤吃啊，炸煎啊是有力量吃，爱吃三个月，爱吃一年就去吃了。你睇咱个孟家一只呀，咱都听喂，会听喂？一只个孟家呀，咱都袂打下了。今年是一旺吃个汤，慢慢吃，妈那样容易杀菌。哪里比较痛？当然给虫吃比较痛。烧的时候两个钟头就完了嘛，是不是？然后烧呢，骨灰放在佛堂，为什么？因为佛堂有念经啊。你看，像师父把他们的佛灯，打一十点，把地做烟供，做烟供好，把地念阿弥陀经，不是有时候拜忏，打一千零三百六十五日，无离开嘞。所以咱这种把他们放骨灰的地方啊。Pekan Baru, Selapan, Jam, Bengkale, Duri, mana-mana enak lo lepak. Dari Pekan aja siu-siu, kuhumpang ya betul. Dia kaki no, siu-siu ho leho ini kayak kuhum, mokak ke haya. Mokak ke haya. Karena batam kui kaya no, ika amah kui si, ika amah kui si, ika ahnya kui si no. I siu-siu ini kayak kuhum, kak ke haya. Cikne ika amah lai coma, kui mampi ya. Itu, kia,就是我给顾客，你给我隔去海啊，我好难为啦。啊，几届人来找师傅咯，我就安尼试。哦，会记哦，烧了我两两隔去海啊。阿巴拉伊，我们是凡夫啊，人是凡夫嘞。而且人十四个嘅老师讲啊，一过世啊，一给顾客放了红灯嘞。啊，你人野菜，人你是有肉干部，他卖烧安淡薄淡薄，隔日派，啊，隔日派，
你是红脚，你是看鸡巴呢？啊，不然你死个真歹看，你讲啥？啊，对无？你放红灯过会使念经吗？你讲，你打波打波了，干去害，你搞爱干去害，生意路免免摆了，对无？啊，新主摆了免摆了，干去害了还是干去扒嘞鸡了呢？对无？啊，所以那凡夫不要乱乱做，不要乱乱做。啊，因为放在佛堂会比较好，因为佛堂常常有超度、有念经，这样比较好。然后往生的时候，有的人还可以得到助念，念阿弥陀佛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有的人没有这个福报，但是最重要，你靠平常的时候，你每天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往生还没有往生之前，如果能得到那个慧律法师加持的那个往生背陀罗尼背，哇，那个福报更好。因为在社会有时候卖往生背乱乱，那你少乱的全部卖，我加持无娘给嘛。也就是那时，那时啊，念恶的时候、假的时候，无不如把它，因为没有加持力。但是很多人啊，死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啊，脸发黑，等下盖往生背，盖慧律法师加持过的往生背。等下那个脸变笑容的脸，我们常常见到的，哦，所以这个也是看那个亡者的福报了，哦，有时候会喜人呢，我安业福报，一你拿到的往生背不是我们的这个慧律法师台湾加慧律法师加持的，有时候是我靠你表上一个傻瓜，那你都可以为骗喜呢，骗喜呢。在内，所以佛教的处理其实很简单了，啊，哈，很简单。然后今天我们拜这个弥陀宝忏，我觉得说你们明天可能脚会痛，哦，那不用紧的，啊，这个为了你们的妈妈来拜佛来消灾，然后你同时你在拜佛也可以消业障，哦，啊，你给我卡片一度别杀你，感觉这里因为你。无名沙拜佛，这个弥陀宝忏我沙，但有几人唔拜拜过吼，唔拜啊，所以给咩时传人拜，反正拜点化经吼，哦，点化经，但是 OK 了吼，反正拜拜无人变身啊，无人吼，啊，也哩，所以人拜这个由来念念有十四个，迄个嘛是有名沙有公修有念经，什么经吼？啊，是有师傅来，有干阿妈，有赶紧恁人爱去听，爱去对念的，吼，拜个佛灯的灯会拜，吼，会灯的灯拜。要等这个出殡的时候，后天嘛，吼，后天出殡呐，我们会还用比较隆重一点的，哈，隆重一点的，用七百如来、七宝如来，用宝盖，用撒花。啊，保罗那佛家个免也金砖咩个？啊，古早个那因为伊真伊爱也金砖哩，袂得哩。咁那伊徛个来吼，什么？伊爱去买，爱去干个饼吼，泡面，众多。那这种你个嘛，阿妈放这边，又个爱去背锅，去背锅迄个干，去个糊米干起来。跟伊食啦，好饭嘛，对无？叫古早个，咱因为古早无啥物物件嘛，伊就用金纸咯，安尼也一张一张金纸，即个呢做单的，苏白亚转来的时候会是实亚啦，会懂未？一日嘛，今日你睇即种个灯，咱那时个出山的时候，伊真哩安尼行就落面就也一张金纸啊，也一张金纸，对无？迄古早是亚啦，伊是爱做单啦，苏白亚一旦出山转来的时候，会是杀亚啦。啊，这种人 GPS 变现，我开 GPS 都无嘛那个单啦来着。啊，所以古早的那个意思是安尼，了古早的那么团哦，那聊来这种无看头了，够无？无个，啊，古早咱真爱看头哩，真哩。伊古早人伊头毛跟福灯，哦，伊头毛会使摕做扫帚嘛，对，扫帚。
叫伊甲阿爸阿妈过世的时候，伊查某敢无时间去随伊摸嘛，对无？无时间去梳头发，所以嘛，干样伊就做一个布的坎咯。就白人人爱看，哎呦，伊个人物无义工，对无？啊，伊就捡伊一个布的啊。对啊，哎，这种的人我们在去年你甲阿妈死，你真爱看布，唔知哦。我甲阿妈交代安尼个，我等人古早那古早的人是无时间去洗毛，对无？去洗头毛啊，对，我都捡迄个布来烫。哎，这种的人嘛，我古老，你甲阿妈死啊，爸死，逐日洗毛嘛，对无？这个未忘义工了，无看嘛就无做。对，你看，这种人死的时候，带他，到了我大，到了对付家来大哦，连带下分为这边个，因为这边，你个阿爸阿妈挂的时候，你对你个阿爸阿妈有好，你都无问题。死的时候，把你带下，我理解，无诶。我个你大，到了苏拉巴呀，年纪个，到了像你个阿妈，你九十岁了。伊个囝、伊个孙，什么拢种穿红色个了，嘛哪有人穿安尼白色个？什么拢种穿红色个？咱那师傅个哩，一米头行到一米尾了，我看伊个面影对不对？对，就地球那个地球那么样哩个，查啦对不？对不对？苏拉巴亚那过世真正到八十岁啊，才伊个老人家拢种穿红衫，或者爱娶新妇了，走吧。有来家做哦，无人教啊，对不？刚才你个 tradisi 安尼了吗？对不？哈，所以这个 tradisi 一届人的，一届哦福建人有福建人的 tradisi， 客人有客人 tradisi， 这届地球人有地球人 tradisi， 你睇，搞咯，那福建人啊，孟加拉、苏拉班扬、什么什么个呀？伊个阿爸阿妈死的时候，哇！伊个来挂白宫，什么拢总爱看够咪咪咯，看够咪咪，这真哩都爱看呢。反正哈，你单单一摆挂白宫，希望大个保庇嘛，对不？因为你死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大挂白宫，个你传个好个地方？你真哩挂白宫，嘴个看够咪咪，看够咪咪，看够无退步，不出边哦。个老胡家个。佛祖啊，你来有拜佛祖啊？你个你个阿妈阿爸死后，你咪哭。有事爱好你个阿妈退掉，妈这个佛祖咧，你无你对伊去吼，会记哦。所以拜佛的人啊，你个来有安佛祖啊，你阿爸阿妈过世，你咪哭。啊，咱拜大拜公的咱哭哭，咱个甘公有处理嘞，是啦，班长有处理，个有只泪在，啊。十八年无处比阿三人死啊，卡死人个啊！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对哦，啊，咚咚锵啊，咚咚锵就是尿的意思啦。到了马龙山是叫做运动到运动，运动到运动，对不？啊，到了死人是叫做咚咚锵，咚咚锵也是死咯。啊，你睇，要到了十八年，咱门口来咱处理咯。伊不记得到了死的时候，伊就卡的咚咚锵，咚咚锵，哇！你知影不？记得听到死人过来的时候，伊拜大拜公的门拢总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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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到拢总砍到秒秒。到这种我来三个五个，唔知啦，古早个师傅天天去查嘛，我该啷打？我打你一日就爱砍大拜公门。你讲输死人，大拜公未使推有死人，我打到大拜公人家死人都未使推，你拜大拜公未得。我是你，我输。啊！钓得出名了，你睇到古早古早啊，那个蒙下你睇哦，伊个蒙安尼扛，钓伊个真厉害，有一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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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伊大伯讲个头头尖尖，头快尖尖，啊，伊大伯讲个头快尖尖，真那是未通哦，未通。啊，我讲呀，大家去那拜佛的那个，听到什么咚咚锵，什么咚咚锵，问我什么什么运动打运动啊，如如不动亏了。我被公们我扛掉了，我最扎的西啊，那蒙伊就你为人闹，不变得嘛。所以那国家这种安尼物件慢慢没了，没了，十五点两个人打。了，到了国家个，那个马死吼，贵死啊，
莫哭。但哈，主啊，这个人死啊，还袂使哭。我答应你，你个阿妈过世吼，咱该爱念阿弥陀佛，可以有变放下，放下回去极乐世界。假如你这种哭啊，你哭啊，哎呦阿妈，你死要安怎？机会还袂分啊？这是我答的。啊，你怎样？对，你在那哭哭哭哭。靠妹妹心里解，阿爸拉伊勒个阿爸嘛，死的时候就叫上生生命勒个阿爸阿爸嘛，就一死的时候又把路靠，都靠妹心里解，靠个人看下子，我勒到台湾那个，啊，看了来有人爱做这个干嘛，了来应该无这个老王人个遐来，什么呢？就是人死特别是要请伊来出来靠，阿公。你死不安怎嘛？有时啊，台湾有人做安尼干的，伊阿公阿爸阿妈死，有伊请人来偷，我把佮灭了去。哎，我去佮偷佮腌鱼，我袂使当兵，我拢无目屎佮啦，伊都袂使偷，红包啊，他大概伊佮偷都大声，阿公。看了来有人爱做安尼干无？到台湾一定有人做安尼工哦，特别少请来搞的，不知道是不？哦，趣味啊！所以咱当时下苦的，咱哦退掉安尼物件，好趣味啊，好趣味，好入住去咯，好入住。啊，像那好侪当咱买的物件，那是未入那，你问伊什么事，伊嘛未懂，未懂。啊，所以咱这些附加的物件很简单哈，啊，无杀生。啊，无拜吧，啊，对不？啊，就很简单，就念经回向，就让七七四十九亿佛家的力量，希望用那个阿妈的力，哦，去做慈善，哦，去为什么多，去把以后帮地阿叔啊，去老人院，啊，去一类去布施和福德，对不？啊，安尼去做功德，一定不如做功德，哦，啊是去放生，哦，去维护巴萨那爱胎也是。喂，就是放生，你四十九亿来关心我，哎，每每该做功德，该超度哦，该超度，要啊，这个跟做超度，哎，每每去报名来报做超度的，啊，对的对的，好了，莫讲了，嗯，我讲讲他给了马金杰讲的，哈哈哈哈哈，啊。刚刚前面了马吉，应该师傅在里头都出来十点半，那来做义工，啊，做义工布施和那个妈妈和那个众这个众生讲，哦，啊，布施来来当日做义工啊，吼，做义工做到等出山的时候，啊，那出山好些哦，啊，室外登白道，登白道又爱去印度了，爱去印度。啊，但是这功夫，爱咋去把道安好了，啊，爱去把道，啊，所以，有安尼个因缘，跟咱大一个佛法，是恁人对佛教不会大了解啊。因为这种个后生囝，伊去变了阿伽嘛，真哩，伊到阿有佛教好麻烦啊，把了佛教好 simple 哩嘛，好简单的嘛。迄不是叫做佛教，迄是叫做道教，啊，大意思个教。到佛教个就是安尼，不简单的哦，懂哦，不一样，佛教跟道教不一样，啊啊，道教拜吹箫诶，佛教无吹箫诶，袂得哦，哦 ，OK， 有啥物问题问个，无嘛，我老师卡生了，怪哉啦，啊，来合掌，啊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以众生，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随报身，尽随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好，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